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现在几点？地铁搞一个都没信号。几点？笨。我笨，我都把它泼上网。不过你有今天吗？那个是来试的，斜的，是吧？他一直过来，我就没有想理他了。这还笨笨的，跟他讲那么多。对，笨。我要买要写一个片，然后总要人家来问事，总要留点。我总不能丢下课，我总不能像第一句爷爷就开口就叫他滚了吧？滚！我要解释给他爹啊。你看我就已经不想理他了，你就要知道。可是我要解释给他听啊。太子很少会跟主外窃窃私语的。太子在做这个动作，表示这个是有状况的。那是什么状况？这样去理解。那我会一直在查他的资料，查他的柱子，表示是有问题。我一看到这个柱子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人家看到这个人，你骗我，你。来，下一个。来啊！下一个。下笔，来上礼拜的好吃。这个刚刚是它整箱整个，每一个颜色都这么漂亮，这个外面不可能这样。限量版耶，超漂亮的。这是。那让叔我们排一排，这是排哪？可以啊。大家排队。Hello， 今天有服务的人，请排队。你跟我说几个人，我直接弄。几个人？算一下，帮我算几个人。这不算完，我直接就给出了。这边哦，不要再进来了，外面有肉。外面的，里面的不用算，里面都有。那要压死的吗？这是过年要用。过年的。给心动结尾的物品。因为他过年的时候再请太子加持就好。现在太子加持。我又要点了一堆东西了。对。这要不要从下个礼拜慢慢点？因为光这个就有300份，然后这个158，这个有66，这个有12，还有平安鱼有280。拿一个盘子。所以我从这里慢慢加十几支笔，然后66，108，这有66，对，都是公里要，然后这个有个人，所以是六，所以有1、2、3、4、5种，五种，剩大概5个礼拜而已吧，6个礼拜而已。反正我今天有下来，他就跟我一起留意。好。OK。那后续这些东西要怎么作用，怎么处理？我们还在。有什么处理？交给那个笨他。有什么处理是吗？什么东西？这些东西。过年的物品。过年这些。鞋缘的物品。跟今年一样。像跟我们今年一样。这个是要宝杯的。今年是宝来宝杯啊。这个是5圣杯。这个是3圣杯，今年也是有宝贵的。这个是1圣杯，为什么就1圣杯？这看起来不一样。只要1圣杯就有了。它这个价钱比这个价钱还要便宜。哦。可是看起来比较高级。啊。而且它是金箔。对啊。这个叫孔金啊。这是镍币。999假的。假的。它是金属的币。镍或锌。5圣杯、3圣杯、1圣杯，还有一些古宝宝，就是那个古宝宝。古宝宝是啥？就是因为明年是虎年生的小 baby， 他准备100。生出来才也可以拿。对，当年的都可以。就明年111年生出来的才可以拿。对。有妈妈一整年生到100。很难，你说几个？108。108。是属虎的，你都可以。看我们，那是你准备的，由你来决定。我是为了小八准备的。就是今年，小八先帮他挂10条。今年发不完，就要12年后才能发。对啊。对啊，那就看你们说是属虎的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都还没有贴出公告。108，那108个。对。
是，另外108个哎，鲤鱼虎宝宝。那你就把它分半了，就可能限属虎的限量几个，属宝虎宝宝的你要留几个，这样不就得了？就不会说到时候过了什么。过了已经到兔年了，结果才发了八个，还剩一堆。怕太多了。所以你的设定是，因为最近宫女来的重心有点少。对啊，你的设定是虎，明年出生的，可以来宫拿这个，对不对？嗯，是。对。这个时候是明年出生的虎宝宝。是。你可以改。要108位。但是属虎的都可以啊。啊，就是看你怎么设定。太子意思说，看你要设定虎宝宝十个。其他的98个是五年出生都可以，你可能各半会比较好，各半还是上半年先用虎宝宝，下半年明年出生的，然后下半年就是属虎的人才能好。那几个人？十二个，因为属虎的人家不想生属虎的，因为他怕，真的。属虎的，哎呀，他抢。那你就留着。那所以你可以自己先想一下，说我要设定多少，比例是多少。上半年跟下半年，上半年跟下半年，一块就是全部，就是明年全部属虎的，已经都发了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全部属虎的都发是比较快，对，因为这样会比较快，多累积。那要都属虎的都发也可以，对啊。但是有一个要点是，主动来攻，只要来攻，你说你们要把属虎的总共几年什么年份的全部列出来。他主动开口提起，再给你。他如果没有主动开口提起，你看到啊，这个人是什么110年的，但他没有主动开口提起，就不用给他了。就是主动了，变成他礼貌性，还要礼貌性。太子，就是我们可以公告，然后他自己礼貌提出来，再讲。当他有要求，他说他是哪年的，就是我们有公告，那我们就可以公告，对，我们就可以给你结缘。公告出去之后，就看他要来。对啊，没有要对身份证。对啊，当然要看身份证。装了之后，你要一个一个拿。你可以点完之后我们再装。OK， 就是再装不就好了。OK， 点完后再装。就是点完再装。你把那个奶瓶就。就是到时候要加瓶。108个。其实少少的啦。给他装的。啊，那太便宜了。对，反正你打疫苗还在装这个。打完疫苗不休息，还在弄这个。你就继续弄好了。就像你说的6个礼拜。但是你们把这交给我这么笨的人，就是交给你，你会出事了。你笨啊！好了，好了，这个发给他们吃，辛苦了啊！你要不要再？你妈要不要吃？你吃呗。他不吃。你吃。你多吃一点。只能拿一个。他姐今天有心事要交代的。我下来的时候，人就已经到了，就已经，应该是我跟着他们一起到的，然后后面那位。啊。恭喜太子升格。恭喜太子。真可怕。我们叫明明都知道该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，应该做
做什么事情，改进什么，反省什么，但都不做。哦，都不做。不动哦。没有，那么玄天。好，玄天啊。刚刚的男生。你。那个，哎我。天小姐。看，加肥。希望你的心像草莓一样的颜色，再厚一点。我三步十这样回来进进出出，就看到你摆一张脸。家境啊，谁？啊，你跟他讲，我讲。不是，那，像那个巧克力吃了吗？吃的。啊，吃了有吗？有用吗？你可以小小跟他们说。有，但是过没几天，没有过节。他的这个公主吃，不太好。公主本来不吃，我们就收起来。不是他穿的人，他为什么会吃？因为人家说都甜。对啊，都甜的。公主不吃。我就知道他不吃，我才没给他。看下次挑那个不酸一点的。太子，你的心思我们都懂。不是你认识不常来看我，干嘛要给你？你不是刘美君？拜拜。你连你家叔叔你都不见得会找。谢谢太子。什么？哦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概知道了。哦哦，我知道什么意思。OK。至少是去跑一步，是吧？要不然是啥？啊，不然哦，我想说你拿的，他都不是他，他都不是他，啊，他就好了。新增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。